大家好，你看这个大太阳，今天36、37度啊，然后这么热的天就正适合吃这个西瓜。今天我们到这里来买几个西瓜。这个是我们村里猕猴桃的这个种植基地，然后套种的这个西瓜，很多这个杂草在里面，但这样的西瓜特别甜哦，啊都没有化肥，都使用的这个农家肥。这还要好多的，我们种的两个是，我是吃一个的，两个。哦，这么三四个棍。好多钱一斤呢？一块二毛啊！我买一块吗？一块二毛。八宝粉了，我还不是越便宜越好啊。八宝钱一块五，就那么一个果农桃咋？看这个猕猴桃啊，这个是红心的猕猴桃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大家看看这三个瓜，这三个瓜多大？这三个瓜有好重啊？40多斤。好多瓜就是大概有个嘎过吧，不然我嘎你哈。别夸。嗯，反正一称啊，我要四个哈。哎呀，今天你今儿回来今天？我儿子今儿回来？我儿子今儿回来的。哦。嗯。那天早吃的你不然撑住了。为啥干的沉？48斤，多少沉？得换名字呢。好，48。嗯。那不就点4个48。5个先上的。再上俺妈的，这皮子的。先一锅的钱到十斤一锅就卖。咱把这皮子拿上的，好不好？别锅又没大。这是红的，是红的。没得红的。不是有红的了吗？25斤。24斤48都。馅儿。燕麦罐吗？哎，我有两个，我的回族是不是有这个？这哪个集中的？是让他走的不的？他不是有人跟你搞吗？这是十斤呢，是公斤呢？公斤点儿。那边就52斤。啊，对。4个52斤。那个。我放走。那带上我的围带上，你他。一共买了6个西瓜，总共是87块钱。一块2毛钱一斤。